我操，这个帽子，有人发现了什么问题吗？一个专用的帽子，点好了，身七腰套很正常，1000块，是吧？非专用的话1000来块钱。结果他竟然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21的魔力，21的魔力乘以个零点，魔力是零点几啊？魔力是0.7啊，增加了14.7的灵力啊，14.7的灵力。这个帽子应该是够远古。除以一个舍利子是6啊，相当于帽子给项链加了2.45段的保值啊，这不正常。可惜是专用。梦幻西游有很多远古的东西，非常的奇怪。比如说啊，这个项链，项链有加体质的，看山哥有。鞋子敏捷，能熔炼到超越啊，打造出来的上限，非专用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帽子，哦，但是你要说给号里加多少钱，也加不了多少钱。这个东西主要是看看山哥的心情，问看山哥的博物馆需不需要增加新的藏品。这个帽子你说怎么实用性呢？为了五开的法系打破18门派的上限，然后专门买一个加12点几的帽子也不太合适，而且还是159的啊！这帽子反正只能留着看了，用处不是很大。